开始了啊！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下在苏宁机械设备赶飞炸浆生产线的使用流程。在称现在大家没见这个是螺旋计生机，也叫上链机。它的作用就是把你需要搅拌的木料，比如说沙子、水泥、胶粉料等等，投放在这个地层里面，然后通过排气电机，通过螺旋输送在搅拌机内搅拌1到3分钟之后，先开启这一条二次提升机的电机，然后开启放料离合，把搅拌好的成品料输送至成品厂内。输送在成品厂内之后，这边先打开包装机的空气阀，看到指针上来之后，说明包装机内充满气泵，开始工作，然后开启机顶开关，代表上的数字归零，之后开启成品厂放料电阀，开启之后拿起包装袋进行工作。